然后都市记忆类，先大家重推的是我们的黄金瞳，之前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重推过了。主要的故事呢是这个张艺兴本人渴望的拥有的超能力，他在剧中的角色渴望成为幸运的锦鲤，拥有开挂的逆袭人生。那现在为你介绍的是一样的故事，是张艺兴主演，然后老九门的团队呢又再次操刀，然后他围绕的是古董鉴定的主题，讲述小人获得异能之后一系列的传奇经历。艺兴呢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，接下来我们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片花奉献给大家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黄金瞳的秘密吗？我的眼睛得到了一种奇特的功能，一双无宝不实的慧眼，黄金瞳令你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凡夫俗子一夜成名，权贵财富所有一切手到擒来。 Surprise！黄金瞳改变了你的命运。也改变了所有跟他有关系人的命运。小心。工作的原因，艺兴没有来现场，他也特意为这次大会录制了一个 VCR。Hello， 2018爱奇艺 iJoy 悦享会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由我主演的爱奇艺超级剧集《黄金瞳》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。我饰演的角色叫庄瑞，在剧中我们可以一起了解古玩鉴定的幕后奥秘，感受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，解锁开挂人生。我在爱奇艺等你。我们这部庄老板开挂人生的剧集将在今年年底与大家见面，敬请期待。下面有请萧工为我们接下来介绍相关的城市类型。